尊敬的汪总、塞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衷心的、热烈的祝贺本土打印机的诞生，这是有特殊意义的。塞纳呢，以前是以经营打印机耗材为主业的，在这个业务领域里边啊，开展工作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，因为像 HP、佳能这样的公司在这个领域里边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，应该说是盘踞了很多年。能杀进这个领域，而且以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和他们展开竞争，而且还求得发展，那谈何容易啊！但是塞纳做到，以汪总为首的塞纳的管理层并没有停步，而是积极进取，要做出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激光打印机，不是贴牌销售，而只有自主知识产权，那又是一个很大难度的挑战。你们用很短的时间开发了样机，现在已经开始了批量生产，打破了日美长期垄断这个行业领域的格局。这说明你们不但胸怀大志的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，而且能够步伐坚定的去执行这个战略，这非常值得我和联想的同事们向你们学习。当然，这只是开了个头，后边的路还会很长，也可能很艰难，但是我相信你们能够，一定能够过关斩将，克服一切困难，达到目的，为国争光。最后再一次热烈祝贺本图的成功上市，谢谢。